香小姐，你哪位？今天我们的来宾是哪一位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就是这个啊。对，为了你脸上还多了一颗痣，一起来欢迎杨丞琳小姐。哇哦，美女来了！哦呦，大家好，梦幻小天使。是，哎呦，太客气了，哎，天哪，好大的，哎，谢谢大家，有没有看到，哎，这个唱片啊，好澎湃哦，哇，搞得好澎湃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感觉就像那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像买芭比娃娃一样，对啊，芭比娃娃。因为那个我在4月24号办完首场的售票演唱会，然后23号就发行了我的新歌加精选。哎，这个印刷印的真漂亮啊！对啊，好精美，精美啊！像我手上这是豪华版的，豪华版。然后这上面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它是那个乐高积木，然后拼是真的穿上去吗？真的穿。演唱会当天那时候也有穿。对，恭喜啦，演唱会成功！谢谢。可惜那一天呢，我一直想要去，不过人在台中，也在上海。我这一次开的场次只有一场。对，我会下次可以多开几场，会巡回，因为那个反应实在是太好了，因为绝无冷场。No， 下次也会去学习一下嘛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呀，我已经有这个受邀请了，就当这个演唱会的暖场的嘉宾。哦，真的，有一团叫三大男高音。哦，对，因为他要我去救火啦，因为第一场这个售票很好。没有到爆满这样子，对，我决定要去表演魔术了，对。好了，那魔术我们要找刘谦的了啊！再次感谢哈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个新歌，异想天开，杨丞琳。杨丞琳能否挡下接下来登场的三位神秘人物的攻势呢？有几位好朋友来到现场，我还蛮期待的，蛮期待。我不知道你们找谁，你对身边的人会不会不是那么的注意？不会啊，我是一个不太注意的人。你哪有？你乱讲。我有，我不太，我会关心人家，但是我有一个帮我化妆，化了好几年了。有一天在夜市里面遇到仙哥，然后我说啊你好啊你好啊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啊，你这完全没有就头绪他是谁吗？对，因为我的习惯是女生一靠近我，我就会闭上眼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羞愧。化妆嘛。不过今天我们来的第一位呢，他给我这个内容，我觉得蛮恐怖的。真的？他说，你曾经拒绝过我的告白。不可能！什么叫不可能？你没有拒绝过吗？你一定会常拒绝。你永远不拒绝人家的告白吗？我好像不太拒绝的哎。来者不拒吗？只要人家来，你就不拒绝，这才可以。听我说，因为其实很多人会以为很多人追我，但是真的没有。那真的敢追我的，我通常就答应。啊！所以
你们就知道，其实真的没什么人追。真的吗？你好好说话哦。是真的，我而且我耳朵超软的，只要就是善用一些甜言蜜语，带一点真诚，我应该就会稍微融化了。OK， 我们可以交往看看这样。对啊。哦，就类似这样啦。所以你没有曾经拒绝过的人。曾经拒绝。告白哦。没有吧？是我被拒绝吧？会不会他身材五短或什么？不，不是你喜欢那一型，你喜欢哪一类型的男生？现在外貌来讲，现在跟小时候差很多啦。怎么说？现在要求没有那么高了，就是够疼我、体贴啊。啊，现在还要求没有那么高啊？是啊。那你条件是越来越好？对啊，你的条件越来越好的。可是越大越难找啊。是吗？所以先让你看看他的外貌，好不好？好，剪影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剪影。哎呦！是哪一位啊？有型男呢，有型的感觉，对啊，有点乱乱的，而且瘦瘦高高的，颓废风的，怎么？我有认识这样的人吗？拒绝，你想不想跟他讲话？好啊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这位帅哥你好，杨丞琳要跟你讲话。你好，学长你好，这声音哪听得出来？这个声音，讲话的速度啊，我跟你熟吗？很熟，很熟，很熟啊！你敢讲？但你们，哎呦喂，哎，长得像老外，你侧面我们看一下，你看旁边，这样你也可以看一下老外，是老外啊！哎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刚以为那边是脸啊，不是啦，那个是他的头发啦，还有绑马尾啦，拒绝告白。对呀，可是他的剪影好像一个人哦。对呀，但叫他在侧面一点，侧面一点，侧面一点。有没有好像穿鞋子哦？对，齐秦，齐秦啊。我觉得有点像小美，贺军翔。贺军，哎呦，有点像小美绑头发的样子。所以你拒绝不是他吗？你拍戏，原来。一直有贺军翔，拒绝小美。我讲真的，小美有没有跟你告白过？没有啦，我们真的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是很好。那互相欣赏，你们有吻戏吗？我们有啊。吻完之后晚上没有打电话来问？没有啊。你跟林立文吻完有打给他吗？有啊有啊。干什么？我输了，我输了。对啊，没有打电话说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那是戏里面的。哦，我们对，请您不要太在意。我现在有空，你这人在哪？我们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到那个关系。对，那你跟陈琳很多年没见面了吗？很多年了，学生时期咯。啊，会不会是你读书的时候的追求者啊？不可能，麻烦你旋转一圈，让我们感受一下。旋转跳跃。哎，他现在是怎样？是 model 是吗？很酷的感觉，对，真的有点像小美耶，这个样子很像，帅，是男生，有那种艺术家的气息，留长头发，对，好难。继续追问，追问。那你真的跟我告白过吗？还没告白就被拒绝？还没告白就被拒绝？告白就被拒绝？很像我的风格。如果我发现一点点什么，我可能就会让对方很明显，直接讲清楚，不是会让他很明显的知道？不可能。好，我给你看看。你们当时留下来的证物，有哇！等一下，什么？哇啊！三二一，你在干嘛？你今天感觉不太好哎。这个什么东西？一二三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菊花吗？菊花台了吗？紫莲花。菊花。菊花。怎么？请你中间站好。我不认识你吧？清明节认识的，对不对？我不信。我问里面这位先生，先生，请问一下，菊花跟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在做殡葬业？对呀，怎么会有菊花呢？为什么会有菊花？跟菊花有关吗？我们之间的故事是爱的纪念。天哪，爱的纪念，很重义梗吗？你真的。OK， 既然你猜不出来，那我想本人来到现场。这样哪猜得出来啊？你要闭上眼睛。好，闭上眼睛。好，我等一下让你可以 touch 一下他。好，一起来欢迎这位帅哥进场。欢迎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型男呢？哎，型男，型男。
帅帅帅。我要摸他吗？他会是杨丞琳的初恋男友吗？最震撼的内容即将公开，杨丞琳竟然想要结婚，神秘男主角现身喽！你曾认真的对我说过，你想嫁给我。我说过这种话，但是这人不可能到现场。对哦，哎。